肉饼、霸王生煎包，夜市美食琳琅满目，到底要吃什么好呢？2019台北夜市打牙祭，让民众透过网络票选，选出台北六大夜市的十大必吃美食。今年更推出惊喜刮刮卡，让民众便宜吃美食。我们今年的话特别推出了，就是说我们从网络去票选我们六大夜市的这个必吃的这个美食哦，那是透过大概1100多个人的投票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呢去那里做消费吃美食。那另外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所谓的惊喜刮刮卡，就是说如果你到六大夜市去消费的话，我们这个刮刮卡里面有一些抵用券，那你刮出来的金额的话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六大夜市里面消费。台北打牙祭的六大夜市：南机场夜市、华西街夜市、宁夏夜市、临江夜市、盐山夜市以及广州街夜市，总共票选出十摊网友认为的必吃美食。除了食物要好吃，摊商更积极学习外语，让外国游客也能够轻松逛夜市。我们这几年致力于环保，尤其是我们哈夜市是禁用美奈米的，而且内用的都是有免洗。不能用免洗的碗筷，都是用瓷碗、不锈钢碗。好，这对我们的一个环保哈的环境非常有帮助。最近我们夜市有成立了一个哈员工教育的大学哈，所以会教导一些英文对话，而且我们的菜单都有哈外语的菜单，所以外国人来我们夜市非常有亲切感。2019台北夜市打牙祭11月23号也将邀请网红伊库老师现身盐山夜市，与大家一起玩游戏、逛夜市、拿惊喜刮刮卡，给你满载而归的夜市之旅。孙乃 TV 台北报道。